所以珠子这个苏州啊，请全体起立。两栖一方，三峡水道数字腾空，交换机。这位有见到的视野，取得宋家的成就。经济体制改革迈出决定性的步伐，国民经济、商业银行开始试行生产负债快速增长，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万3800亿。群众以上干部的廉洁治理要继续抓好，今年还要抓紧，不许作假，浮夸的作风比较严重，危害。等办法进行改组改造，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，发展企业集团，继续依法秉公处理。要不我说，在全国范围继续纠正行业不足。